众生已平等，欢喜中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如生。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我翻第二节啦，阿毓民咧把声拆啦，咁经我哋嘅劝喻、怂恿、压力之下咧，佢就做一节离场吓，咁佢翻屋企投足精神，咁喺余下嘅选举嘅时间入边咧冲刺。咁好啦，就有好多嘢問阿馬如生，不過未問之前咧，有一大扎嘅台務要宣布啊。九月三個禮拜六，My Radio 一二台嘅節目全部取消。原因好快解釋俾大家聽。咁最緊要咧就係我自己嘅節目，因為咧禮拜六嗰日理論上我有起碼三個節目或者四個節目嘅，心靈輔導熱線啦、影情本室啦、科學新知啦，同埋神秘之夜。咁嗰日咧就選舉嘅原因，咁我哋就上個台嗰日都要停止嗰個節目嘅播放。咁個原因咧，我解釋俾大家聽。第一個咧就當然嗰日咧九月三號咧，我哋台嘅工作人員咧都要做其他嘢，甚至要有充分嘅休息，因為嚟緊咧禮拜日同埋禮拜一咧就相當之大鑊。我個人咧就嗰晚咧就會係。晚上就要去到朗豪坊嗰度，就除咗去睇嗰個啲咩嘅節目，熱血政治現場版，咁我哋當係一個葉普成喺今年立法會選舉裏面一個好大型嘅即係喺選前最一個大型嘅造勢晚會啦。咁希望所以各個五區嘅支持者啊、義工朋友啊，全部嚟朗豪坊集合，喺我哋九月四號嘅選舉日之前集合一下。以壯聲勢啊！咁嗰日就群眾會在喺嗰度聚集㗎啦。OK， 咁我自己咧睇完或者之前咧，我哋喺街拉票嘅。咁所以嗰日我就做唔到節目啦。咁就算我即係之前錄咗，咁嗰日都技術人員都唔能夠去幫手出街。好啦，跟住落嚟咧就係禮拜日啦。禮拜日咧就下晝四點鐘開始，至到晚上十點鐘，就由我負責嘅特備節目就九龍西選情速報。咁啊，呢個牽涉到你㗎啦。知道你的原因咧，就係當日咧有啲咩問題啊，啲咩事咧，你要反映翻上嚟俾我知啊。咁我就要喺呢度咧，即係同即係大家去講講應該要點做翻。其實每一年即係每一屆嘅選舉啦，即係唔係講啦，即係今次都係我第十次處理一啲選舉嘅問題。即係每路選舉當日咧，你個人有幾大咧？處理十咗，你真係數埋十次，我入咗行十一年。即係你叫你好搞唔搞？我跟嗰個叫黃毓民，即係。進程而家投訴，進程嚟啦嚇。咁因為點講咧？咁我一入行就區議會選舉啦，咁啊即係區議會、立法會啱啱撞正曬啦。咁啊即係黃毓民有份創立的政治團體咧，又係咁講。佢哋又參加咗大大小小嘅補選啦，咁有幸又唔知點解我係做咗統籌嗰個啦。跟住五區公2010年五區公投，咁我又有份落水參加啦，唔知做乜鬼。咁啊跟住前排啊嗰啲。就再有嗰啲新界東補選，咁我又代表葉普成去搞嗰件事。咁你數數埋立法會，我都選過多次喎。即係你諗下，如果以我呢個年紀，即係要講數選統籌或者參與一個立法會選舉，我相信你都揾唔到一個咁嘅人。即係呢個唔係我自己即係講，你揾一個咁嘅人出嚟。嗱，反應觀眾嘅要求咧，就我哋要再講多少少朗豪坊嗰個。嗱，嗰個節目其實係咩嚟嘅咧？咁大家要知道，我哋即係葉普成今次喺個選舉裏邊，我哋有一架打怪車，我哋叫打怪車，其實一個豪華豪裝級嘅流動宣傳車。我哋就每日呢架車咧就巡迴個區，就將我哋候選人嘅短片啊、宣傳嘅聲帶啊，就喺個區裏邊巡迴咁樣播放啊，停喺街邊。俾各位睇下我哋即係啲個候選人嘅發言嘅片段，咁啊夜晚就配合即係有台嘅節目嘅直播版，
咁樣嘅，咁啊咁啊各區嘅候選人就會喺度做一個現場嘅 live， 咁啊每一次咧，其實喺街邊就好多即係葉普成嘅支持者都會喺度聚集去睇噶啦。咁我哋今次就覺得朗豪坊嘅反應好好，即係鬱敏自己做幾次都好好反應。朗豪坊嘅反應梗係好啦，就應該最應該最旺嘅地方。朗豪坊個反應由2014年開始好到依家嘛。係好啦，嗱，即係我個人覺得咧，即係嗰個呢個咁嘅節目咧，其實你撇開嗰個選舉選情嚟講咧，佢本身一定好精彩嘅，即係你唔好講下你係咪選舉問題。你諗下五區嘅候選人喺曬度喎，黃仁達喎，黃毓民喎，陳雲喎，拍得住上次造勢大會嘅其實。不過呢個晚上版嚟㗎啦，即係我哋主要就係、是、選前之嘢咧，即係頭先講咗啦，喺台灣或者好多國家嘅選舉之前都會有一個記得提大家投票的一個信息。咁頭先我哋講咗啦，今年9月4日投票，我想我哋9月3日夜晚7點至8點就希望所有支持者聚集，記得叫人嚟投票。因為我哋今次咧啱成日講咗一出咗一份單張就係話，即係選舉我哋唔想輸俾建制派，因為我哋講緊我最大嘅敵人也許不是民主派，也許不是建制派，係香港人嘅冷漠啊嘛。香港人即係成日講，如果你不出嚟投票，成日覺得自己手上嗰票是不重要的話，到時未來即係撲街，即係自己掛自己。呢度我就要即係提一提啦。香港人自己覺得自己嘅選票唔係好重要。你你真係唔要台，我成日落街同人講，佢會即係好無力感，即係左膠講法，好無力感就話：我投咗呢票有咩用啊？投能夠為香港帶嚟乜嘢啊？搞唔掂喎，冇用嘅喎，你唔投一定死。係啊，係咪？你投咗。即係輸咗心甘命抵，即係成日講台灣咁樣，你陳水扁又好，馬英九又好，起碼你投啊嘛，你投票率高啊嘛。嗰個人係我揀出嚟嘅。你怨佢日後，你怨恨佢一回事，你可以用翻你嗰選票懲罰佢啊嘛。好似而家傻佬咁講嘅。係啊。有咩即係你可以用選票去懲罰翻你投票嘅，但係你個表態嚟啊嘛。你選一個代議士，即係出嚟就話俾你聽，嗰個人未來4年代俾你發聲。除非你話俾我聽，香港人你哋係好關心政治，有咩事你會走上街頭去表態。咁又唔係啊嘛，所以香港人真係唔好太冷漠咯。係，甚至咧，即係而家又話香港人自己冷漠，但係喺海外香港人咧，今次係蜂擁翻嚟。冇錯，冇錯。咁啊，淨係今日喺我哋四年之後啊嘛，係嘛？即係關心咗好多。直播室咧入邊其實已經有幾位㗎啦。咁第三節咧，馬醫生即係要咩啦？大家可以同佢講傾下啦。傾下啦。即係呢一個選舉嘅冷漠咧，大家要記住，今次係香港生死存亡嘅一次選舉。嗯。你投邊一票，其實？是決定了香港跟住點走落去，你不投呢一票，又決定了香港點走落去。嗯，簡單嚟講，投不投票，你都決定你的行為都會影響香港未來點。你的香港的未來點，呢個係喺你嘅自己嘅子女身上面體現到。你跟住嚟嘅仔女係咪講廣東話？佢會唔會講另外一個即係語言？你係同佢溝通唔到嘅。你層樓？咗2047年之後點樣？啲公立醫院係咪會有一啲你信唔過嘅人、醫生、護士喺度做嘢？誇張啲講，會唔會到香港有一日你入醫院嘅時候唔見咗個腎？呢一票其實就影響咗呢啲嘢，令到呢啲嘢，如果你投啱嘅話，係唔會喺香港發生。所以禮拜一定要投票。投票的選擇很簡單，就是葉普成的五區的候選人。至於九龍西黃毓民和馬嶼生的團隊，你是要投到他兩個都可以入到立法會。搞好耐啦，咁我哋點解我哋成日都呼籲所有支持者，你一定要投票之外，仲要叫所有人去投票。我哋好多即係葉普成嘅團隊裏邊咧，都有第二位嘅候選人嘅，即係我哋衝過一個門檻，係一個好有指喺成個嘅公投制憲運動裏邊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即係講緊係呢個民意授權，呢個民意，即係呢個係喺五區公投前，或者我哋日後嘅公投制憲運動裏邊，即使講緊辭職公投，如果我哋今日的票數提太低的話，我們真的都沒什麼面子，所以即我們說了這麼久，我們落區天天落區，這麼多兄弟，這麼多手足，天天落區講緊公投制憲，講緊怎樣永續基本法修憲是對香港未來前途是一個出路的話，
大家一定要去投票，話俾人聽，你想喺香港發生流血革命、顏色革命、暴動之前，你有一個和平變革嘅機會。呢、這個話俾香港人聽，好清楚嘅信息嚟嘅，係咪？你哋想香港係咪發生流血革命？你係咪想我哋嘅下一代上戰場同中共打過？唔係啊嘛，咁所以你咪要投票咯。無論老中青，你都可以投票，用最溫和，而家現時見到最溫和嘅方法去改變我哋現在香港嘅出路啊嘛。所以呢一票嘅重要性喺度啊嘛，係咪？好啊，嗱，有少時間啦，問你啲刺激啲問題啊。你係想選呢個選舉論壇啊嘛？咁啊，好多人咧真係嚇覺得魔亂舞啊，青山啱啱將個青山走反啊！唉，我見到有條友想衝埋揼你喎。佢想啦，歡迎挑戰啊！你睇緊我節目噶嘛，唔使驚，一定睇緊嘅你，係咪？交月費嚟落尾，零約時間咯。成日都唔交月費，唔係你要挖我瘡疤隨便，即係做人最緊要無愧於心，唔係衝上嚟對住個鏡頭啊，馬宇生你乜乜乜乜乜，冇意思噶。我調轉問你咧，你自己做過乜嘢，自己心知肚明啊。網上資料大把，你自己就講出嚟啦，係咪？咁自己又唔敢講，你咪挖下我啲黑材料咯。你諗下咁多個選舉論壇，你淨係識問黃毓民嘅啫嘛。我冇乜黑材料俾你講嘅。其實佢真係鬱爆傳奇人物嚟嘅。唔好提人，想提都唔得。我講佢即刻走咗啦。我問你一句，你知唔知自己嗰次做過咩？即刻走咗。你嘥。我係知道個靈媒嗰個短暫嗰個零星期做過啲乜添。我都知。我喺你隔離辦事處翻工嘅啫嘛嗰時。嗱，私人嘢冇喺度講啦。OK 啊，講翻個選舉啊。OK， 系啦。嗱，你個出席個選舉論壇，你對自己嚟講有冇一定嘅心理壓力？喂，呢個即係當然啦，俾黃生咁樣一下拱咗上嗱，呢啲心聲嚟㗎啦。一下拱咗上，唔係其實依家好似唉，都選為最尾嗰幾日啦，有咩好唔講得啫？真係。唔係，我覺得有正面嘅效果㗎。我明啊，即係到完咗之後，發覺即係都對即係自己嗰個能力表達嘅能力啦，即係自己對自己能力嘅認知好好多啦。即係始終我都係。即係發覺原來自己未裝備得好足夠啦，同鬱敏有好大嘅距離。可能即係各位支持者嚇，喺即係好期望鬱敏嘅表演。我次都要同我喺論壇同黃毓民講乜嘢㗎？我同黃毓民講：喂，你快啲講啦！十幾萬人等緊你聽你聽你講嘢。唔係，佢仲要講多兩句。講咗仲有另外一種要求，就要求佢爆息啊嘛。係啊，係啊，我係咁，我即係各位支持者，我喺每次論壇都擁黃生出去㗎啦，已經幫大家嚇。咁啊，無奈即係佢想俾啲機會我哋啲細嘅去試下啦，搭下台板，即係初試提升一下。唔係，咁我想問你咧，即係長話短説，點解你唔爆息咧？我真係我份人唔係好爆血嘅，大家即係如果識得我耐嘅，都知我較為一個叫長氣嘅人嚟嘅一個，係啊，即係內斂少少你個人啊，係啊，即係你問我答問題啊、數數據嗰啲，我可能會好叻咁話到俾你聽，但係即係所以有人試過挑我機㗎，即係問我以為我啲基本常識唔識，一輪嘴咁車埋去，佢就我都企喺度，所以我個爆血就唔係好叻嘅，要學下嘅。不過選舉論壇其實即係應該係一個論證嘅場合，但係你今年冇論證嘛？你睇你睇啦，即係你今年你咪街市嗌借買送嗌交咁樣，你剪埋真係論證嘅時段咧。嗱，我唔係講一個台，我講數曬咁多台。你估夠唔夠？兩成到啦，兩三成時間都得。我估冇添。加埋冇啊。其實同周末買家樂客度差唔多嘅。啊，係啦。即係咪似街市買餸啊？啲人即係我自己睇翻睇，我有時都睇唔盡，睇唔曬，不堪入目。我自己都覺得，即係我當然唔係話自己答得特別好啦。即係叫守得住咁解啦。我可以同你講好説話嘅，係嘛？你嘅表現或者其他葉寶成嘅二號嘅名單二號人物嘅表現，證明一樣嘢。嗯，呢啲二號人物係好多其他名單一號人物。即係呢個 side bet 就係咧，即係我應該可唔可以台長可以咁講？我應該係選舉史上第二個候選人出席最多論壇嘅一個候選人啦。你唔即係當然可以咁講啦，但係就應該加多句啦，就係二號嘅候選人。都有一號當選的能力，係啦，同埋質素，明白。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成個呢個葉寶成嘅五區嘅即係候選人咧，大家要盡力去拉票，令到所有嘅候選人都入選到。唔係，我哋首先衝過嗰個當選個門檻。其實而家民調都講得好清楚㗎啦，即係雖然我話唔信啫，但係你哋一定要投到。多過曬其他而家日日喺度打擊我哋網上抹黑嗰啲，你唔憤氣你就出嚟投票啊嘛，要係咪？即係日日俾人咁樣喺街度
即係無的放矢嘅喎，你啲謠言都唔知邊度傳出嚟嘅喎，咁我即係當然同啲義工啊，或者我哋啲實習同學講，你唔使理佢哋。唔係你呢個謠言嘅問題咧，即係老實講咧，就唔係始於今日嘅啦，幾年前已經開始嘅啦。你話今日即係突然間一夜消失，我就覺得仲奇添。咁只不過呢啲謠言咧，即係有個客觀效果嘅，即係我又即係呢度真係好坦白同佢講，你講得多有人信嘅。我都理解嘅，係啊，你如果日日係咁講咧，係有人信噶嘛？咁基於呢個原因咧，其實大家更加要努力去扭轉呢個局面，即係話你自己要主動走去同你自己身邊人講，即係葉普成嘅候選人有咩嘢理由要投佢一票？唔係，我哋透過街站啦，我哋即係高密度嘅街站啦，我哋喺街站就個信息就好簡單嘅啫。我哋以九龍西為例，我們現在講的是那些人說網民訂東西成不開會，喂，誰在立法會議事質素最高？你有書給他，拿定本書給他黃毓民議壇搞事錄，沒錯，書了出幾本，你一打黃毓民網上的短片發言的記錄全部都看到的。如果那天對家訂掉他，我們現在講的整個去到選舉的後期，我們所有傳訊的訊息是多到多，即是講的意思是說我們下去的義工朋友是每次要捉住一個人跟他講黃毓民在立法會裡面做過什麼，我們今年搞的題目是什麼，去爭取他的支持嘛，不是掛著網上講兩句一傳十十傳百以我傳我，我們不是做這樣的事，我們是用真人你有問必答的形式，我們這樣去做一個選舉工程的嘛。你說這是兩種不同層次的事情，網上呢連我自己 Facebook 裡面我也都看到，即係根本你避無可避噶啦，街頭咧你就揾個 source 喺邊度嚟。譬如舉個例，譬如係咪茶樓入邊議員，因為我見過啲情況嘅。所以我哋咪用人釘人，人釘人街解除呢啲咁嘅議員咧，即係、你見到個真人，真人任你問，你仲有乜好講啫？你網上講幾多夢咧，不及見到個真人一下，係咪？所以咧，而家咧嗰個情況咧，大家要即係喺呢幾日咧要保持得個頭腦好清醒。清醒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咧。個戰場唔喺網上，即係如果你話你見到鋪天蓋地咁樣嚇，即係呢啲咁嘅抹黑，其實去到依家你已經唔需要做任何嘅反應，你要做嘅反應就係落街去拉每一票翻嚟，即係用你自己嘅行為，用自己嘅行動，用你自真身啊，唔係化身，即係關你起碼嗰對，即係你要拉票嗰個俾你拉嗰人，佢知道你係邊個。大家手機很多通訊錄 WhatsApp 嘅，發多兩個訊息出去，同人講幾多投票，你哋有推薦名單，有慶嘅推薦名單，我哋每一區葉普成所有候選人都應該係我哋大家推薦嘅名單。你打個 WhatsApp 嘅訊息 send 曬俾你所有朋友，佢一有回覆嘅，唔該你打多個電話話俾佢聽，約埋佢去投票，提佢去邊度投票，教埋佢點樣投票，好冇？咩啊？頭先話即係話嗰個就係、教埋佢去邊度投啊？係唔係個方式嘅問題？投葉普成，我相信。你哋嘅朋友喺你哋嘅說服之下，一定會好清楚明白到。唔識嘅唔緊要，上網 download 一本《答客文》五區公投答客文嗰本公投制憲嗰本答客文，詳細解釋，慢佢慢慢睇，漫畫版又有，文字版又有。我哋嘅資料其實已經好豐富，我哋已經盡曬我哋能夠，即係我哋有理論大師嚇，有陳文啦，又有鬱文呢個咁論述能力咁強嘅人，我哋已經將個理論同埋論述方式已經寫得十分清楚出嚟，所以所有葉普成嘅支持者，如果你身邊仲有朋友係唔係太理解呢個理論嘅，你叫佢揾我添，好冇？好，即係我嗰日食飯，我即係嗰日琴晚食飯，夜媽媽宵夜12:00食完飯埋單嗰陣時候，即係有幾個年青嘅朋友走埋嚟開我名，我唔識嘅喎。即係我未試過咁啊，我驚啊嘛！啲我啲素人啊嘛，叫參選上啊，喂，即係立法會參選，問一問你馬宇生，我話係啊，咩事啊？問我，跟住佢話坐低有啲關於五區公投嘅策略同我傾下喎，即係唔係？但係呢、這個呢啲精神，即係其實好多人咧，我話俾各位支持者，好多人有睇我哋本答客文，但係佢想揾人傾，佢又唔知揾邊啲人傾，同泛民傾佢一定鬧你，即係冇乜人識噶嘛？你知呢套理論嚇，阿陳雲國師講完出嚟之後，唔係一般人嘅智商能夠理解到嘅，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我哋要同我哋嘅支持者或者同身邊嘅朋友花少少時間去解釋俾佢聽，呢個係一個乜嘢嘅手法，咩嘅程序？我哋首先，我琴日都解釋俾佢聽，這個我哋首先要爭取喺今次嘅選舉裏邊。高票當選，五區都當選，這是一個關鍵少數。OK， 國師都講咗好清楚噶啦。關鍵少數意思就係你無論喺立法會裏面成立咩小組委員會去討論又好，再次五區公投辭職又好，或者進行一個遊說工作都好，
我哋今次個選舉嘅票數一定要高。選舉票數高係點啊？最簡單嘅方式就多人去投票。嗯，所以拉票係好重要。好，仲有少少時間講埋啦。九月四號嗰日，你建議即係葉普成嘅支持者買 radio 嘅聽眾，佢嗰日要做啲咩嘢？嗱，最簡單，自己投票先。一密達鄭可以投票，如果唔得，你為咗幫我哋嘅街站而遲咗少少去投票，都要記得翻去投票。個次序本身好緊要㗎，就係投票先，先至做其他嘢。兩睇啦，有啲人真係要幫我哋七點半抹霸位嘅，我都知道，係啦。咁但係你一定唔好放棄你嗰票。咁我哋都話啦，我哋建議即係一點至三點較為冇咁繁忙嘅時間，你一定要翻去投票。記得你翻去投票嘅時候，你一得閒就問下你身邊嘅朋友投咗票未？我同你講啊，總有啲朋友好得意嘅，就同你講記得投，記得投。去到嗰日就唔知去邊，你夾住啲朋友去投，問多兩句屋企人投咗未？你識嘅人盡量問佢今日投票日。投咗未？你由晏晝兩三點開始做呢件事，你頭先講嗰樣嘢就係其實嗰、那個即係呢個去協助我哋去宣傳呢樣嘢，那個行為係唔止於純粹打電話俾咁簡單。其實你應該做埋一樣嘢，如果你可能嘅話，嗰日你係確認佢投咗票。係啦，即係不斷問佢你投咗票未啊？即係你唔需要問佢投邊位㗎啦，因為由你叫得去投嘅，佢除咗葉普成應該唔會投其他人㗎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就係確保你嘅朋友都有投票。啲唔係好熟嘅 Facebook 上面，當日 Facebook 鋪天蓋地就係一個投票嘅消息，就記得曬而家洗曬版，洗曬版㗎啦。係啦，就今日即係我哋投票率不能低啊！呢個就係我哋今次葉普成團隊能夠衝過選舉門檻，五區當選啊，以至攞到九席，總數九席嘅一個關鍵。所以希望各位支持者繼續去努力幫我哋催票。嗱，而家想做義工嗰啲即係你可唔可以再講一次？想做我哋義工咁啦，九龍西圍咧，我哋已經開咗一張表啦。咁你之前報個名俾我哋或者我同事嘅話咧，咁我哋就已經將你編咗入某啲組別，大家見到嘅。咁我哋網上就有個 post 嗰度有個Google Form 嘅，咁大家填咗之後，我哋會揾人聯絡你。咁你唔緊要，你唔係話喂，我唔係期望大家一嚟就瞓身，朝頭早七點半至夜晚十點半呢個都知未必得。但係你報俾我聽，幾多個鐘就幾多個鐘。因為我哋啲已經報咗名嘅人，我哋都想輪替俾佢休息一下。但係大家休息嘅時間都唔好放鬆，唔好鬆懈嚇，繼續幫我哋拉票，叫多啲人去投票，唔好停，好嘛？嗱好啦，馬醫生咧就好辛苦噶啦，因為點解咧？嗱，而家嗰個即係選舉咧，已經係得翻即係三日啦。但係咧點票嗰日咧，哇！我淨係諗起我都驚嘅，大佬。點票嗰日就所以咧，我要講埋啦。而家就禮拜一咧 ，My Radio 嘅節目。由下晝六點半到十點鐘之前咧，九月五號禮拜日係取消嘅，因為咧呢度啲工作人員其實已經頂唔順嘅啦，就一啲喺大嶼山啊，一啲喺邊度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有一樣嘢，咁我哋一定要即係禮拜一做嘅，就係晚上十點鐘嘅鬱敏茶場咧，就會如常同大家見面。咁到期翻嚟講乜嘢咧，或者我哋個表情係點樣咧，其實就睇你嘅。咁阿醫生嗱，你就～經過咁多次啦，就其實我即係心裏面咁講啦，你嘅壓力都相當大嘅，即係雖然你自己冇講出嚟啫，但係 OK 嘅，即係選舉就睇平時做幾多工作嘅，啲你由報名先開始去做一個。但係我講一樣嘢係，我諗你今次冇估計到個論壇係要你即係出席咁多個嘛。都是一個學習嚟嘅，咁人生就是一個學習。O K 嘅 ，O K， 但係出席到最後嗰幾個就已經習慣曬啦。處之泰然，處之泰然啦。因為對住嗰班人原來係傻嘅，就算有人衝埋你都即係視若無物。衝埋你反而容易搞喎，對我嚟講即係落慣街嘅做慣嘢嘅，你衝埋嚟我易搞啲啊！即係同你企喺度斯斯文文都唔知講緊乜嘢嘅時候，我都唔知點答你。好嘛 ，O K， 係咯。咁啊嗱，你又係翻去休息下啦，即係我哋想都係聽朝早咧，你又一早要我哋係啊，我聽朝而家都同鬱敏一樣噶啦，七點半開始咁，啱啱頭先九點幾，我先喺佐敦洗埋啲排檔嘅街咁翻嚟咁樣咯。咁啊，所以希望各位支持者嗱，仲有幾日時間，盡做，唔好令自己後悔，好嘛？即係我哋一齊捱埋佢呢幾日。咁啊，希望大家九月四號晚一同分享勝利，好冇？下個禮拜一翻嚟，你上嚟嗰日，好啊，即係一晚見啦。勝利好，去大家支持。九龍西啊，皇馬當選，好唔好？係。我哋係咪休息陣啊？休息陣。
天可憐見，香港何其不幸，出了一個賣港賊689、啊、賣港賊689，賣港賊689。三年前本席在這裡痛斥689沒有誠信，喜歡講大話，是一個人格卑下的人，根本就沒有資格去治香港。賣港賊689，賣港賊689。三年多以來道行逆施，天怒人怨，神憎鬼厭，但是他不但不知愧恥，還要挨痴必報以鬥爭為樂。賣港賊689，賣港賊689。我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他翻親大陸都要唱衰香港？賣港賊689，賣港賊689，唱衰香港。他就叫我問他一個問題，就是問他幾時死的。賣港賊689，賣港賊689，唱衰香港689，幾時死的？689先生，你的僭建問題不是單純的僭建問題，而是公開向市民講大話。你隱瞞僭建這個事實。賣港賊689，賣港賊689，唱衰香港689。幾時死啊？幾時死啊？689。幾時死啊？689。你是一個講大話、冇誠信、品格好卑下的人。賣港賊689，幾時死啊？689。我的問題是，你識正體字嘅，你咪淨係識殘體字嘅，係咪？個醜字幾多畫啊？正體答我。賣港賊689，賣港賊689，唱衰香港689，幾時死啊？我而家嘅問題係，作為一個小圈子產生嘅所謂行政長官，你控制幾萬億嘅財政儲備同埋外匯基金，統領十幾萬嘅公務，請問議員，你嘅人格咁卑下，你連個醜字眼嘢你都唔知道，你仲唔立即鞠躬下台？賣港賊689，幾時死啊？幾時死啊？幾時死啊？我的問題是，他做了咁多醜事，人格咁卑下，還有咩顏面去管治香港？是不是應該立即下台？幾時死啊？